我要叫他好好活着，他就应该老老实实的活着。他的命是孤的，没有孤的允许，他休想去死。 你已经在这站了一夜了，陛下。你自己的伤都还没有好啊。翩然叶青羽若是晚去半步，他是不是已经死了？他医说，生死只在一线之差。 叫他好好活着，他就应该老老实实的活着。他的命是孤的，没有孤的允许，他休想去死。陛下，有客求见，让他走。是庞玉芝，他说一定要见见陛下。 博士，你来做什么？陛下称呼错了，如今圣国已亡，我现在不是圣国的太常博士，而是逍遥宗的修行弟子。我此次前来，是想送陛下一卦，向陛下换一样东西。换什么？难道陛下就不想知道我卜的是合适吗？不想。哼，太乃陛下。 我这人呢，嘴里存不住话，既然卜得了，无论凶吉都一定要说出来，要不然便会把自己憋坏了。按此卦象，你此生将巨石所爱，痛悔一生，追悔无果，永困幽冥。看来，庞博士的舌头是不想要了。 太太陛下，别急呀，我话还没有说完。在此卦象中，尚存两点生机，一点在雷，一点在水。什么意思？您是知道的，我这人学艺不精，恕我无法详解。您想要换什么？我想换一瓶陛下的心头血。 庞博士，你凭什么以为你在此胡言乱语一番，信口索要，我就会给？澹台陛下如今坐拥天下，我确实没有十足的把握可以讨要。但我这里呢，有一件雷系法宝，若陛下愿赠我以心头血，我便报之以此宝。这是什么？此乃双生阴阳镯，乃雷铁所铸，是逍遥宗的法器。阴阳双镯戴在两个人手上。 只要阳镯的主人不死，阴镯的主人就不会死。论及根源，就是用阳镯主人的阳寿来为阴镯主人抵御死劫。但此镯一旦戴上，便无法摘下。抵御死劫，我愿献上此宝，换陛下的一瓶心头血。 庞一之，你要这血做什么？此事就与陛下无关了。陛下，此人目的不明，何况您心脉本就受了伤，请陛下三思。念白羽，匕首。